今天呢，我们讲讲用针啊，这个我们学纹身，首先呢就要了解我们使用的工具。这个我们昨天一课已经讲了。那么工具呢，只是一个传统方式。那么前面的针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针扎到里面，扎到皮肤里面啊，通过不同的角度、深度、快慢、不同形状的针，来达到不同的这个图形和颜色的效果。 啊，那么纹身针呢，一般分两大类别，一个是圆针，一个是排针。圆针呢又分这个收口针和散口针，它的区别在哪里？啊，收口针就是几个针尖正常在直线的时候，在直的时候，把针尖全部焊接收为一体。 那么它针所扎出来这个点状就比较集中，那么这种针在走线条，它会清晰，它不会出现几条那个细线，因为它是几种针全部收在一起，集中在一个点，这个为收口啊，收口针适合于做线条，这个做线条，适合于入色比较快。当然，针的一般分呃以单数为主，分单针、三针。 啊，五针、七针、九针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五等等往上走，针越细，它入碎入入色越快，也就是针越细，它进皮肤越快，同时它入色越快。啊，当然针越粗，它在呃刺皮肤的时候，它受的阻力就越大，受的阻力越大呢，它肯定就入色越慢，同时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对机器的要求也不一样。 啊，也就是说，呃，在用不同针在做那个纹刺的时候，在做纹身的时候，啊，那么呢，由于针的粗细不一样，那么它在操作的时候，操作受的阻力不一样，这个时候你在使用的手法、你行针的速度、你入针的深浅、你那个电击的力度都会被改变，啊，都改变，而且它所出来的线条的形状。 及其色的形状也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懂善于用针，啊，回过来说收口针啊，收口针一般适合于做线，但是也可以打雾啊，也可以打雾，也能做不同的效果。收口针的特色就是入色快，它所出来的是一个集中的一个点状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散口针是什么？散口针指你这个针在。 呃，上面做好焊接的时候，它的针尖没有集中进行焊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散口针三根针，它在做一根线的时候，它会出来，呃，三根甚至两根不同的很细的线，它无法集中到一个点上面去。所以说，散口针呢，适合于做特殊的效果或做小细节。 比较精细的地方做以填充和打雾作用，啊，以做以做一个小细节打雾为主，啊，打雾为主。散口针它就是入色比较慢，因为它面太比较宽，受的阻力比这个收口针所受的阻力更大，所以说呢，它不适合做线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要用散口针做特殊的线条，就是让那个线条朦朦胧胧啊，或者有些小小的细线在里面。 你可以用散口针做,做线条。我经常跟学生上课就在讲，我说就说，呃，纹身所有的针，不管你是单针、收口针、散散口针、排针、不同的排针，包括圆排针、方口排针、错排针、双排针等等，所有的针都可以做线，都可以做形，都可以打雾，都可以做特殊的效果。 关键是看你怎么去运用它，怎么去操作它，还有你做什么样的特殊的技法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懂针，啊，一定要懂针，啊。好，回过头来说，圆针啊，分收口、散口。刚才说过，以单数为主，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、十4 3三，一直往上面走，啊。不同针受的主力不一样，它出来效果不一样。 啊，这是一个为这个圆针，二个呢就是排针啊，排针，排针是什么样？我这有一个图啊，你看这个图呢就属于是圆针的图，这个就是排针，也就是针尖在一排啊一排上进行焊接的。排针它宽，那么呢宽它做的面积又大啊，做的面积又大。 同时呢，操作时间就快。当然，不同的排针它可以表现不同的效果啊，不同的效果。排针呢也是以单数为主，从三排开始，三、五、七、九，然后一直往上走，走了二十多排、三十多排都有排针。同时呢，排针它也有双排跟错排，它的区别在哪里啊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从一个排针所打出来的点，就是针刺出来的点来判断。 单排针就像我这个手掌一样的，它是平行一排，啊，平行一排。你看我的手掌现在是一个弧度，啊，有弧度的在里面就属于是弧形排针，啊，弧形排针。弧形排针，如果说我是一个五针的弧形排针，啊，比如说这个图五针的弧形排针，我们正常五针的五针的弧形排针刺进皮肤打出来的点会是。 五个点，一个点，两个点，三个点，四个点，五个点，啊！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弧形的，那么就就就会有的针先接触到皮肤，有的针后接触到皮肤，先刺进皮肤的肯定要深，后刺进皮肤的肯定要浅，啊，所以就会呃两边的点比较小，啊。 往中间走，点比较大，中间点最大，就会形成了中间深，两边淡。那么这种排针适合于做这种一种不规则形进行填充打雾时候使用的，啊，打雾使用的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直排针啊，我们叫平排针，也就是说，同样也是五针，同样也是五针，它所出来的点是五个平行的点啊，平行的点。 它出来的深度是一样，啊，深度是一样，也就五个针，它是平行方口的，啊，是一个方口的，啊，它的口是这个形状，那么弧形排针的口呢是这个形状，啊，是这个形状。好，方口的排针打出来是平行五个点，但是如果你在操作的时候，你拿机器操作的时候。 你的角度不一样，针接触的皮肤的平行度不一样，就会造成一边深一边浅。那么同时呢，你也可以利用这边一边深一边浅的效果，然后来做特殊效果。也就是说，你用这种方形的排针，在做一个颜色上下渐变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把这个针倾斜一个角度，啊，倾斜到一定的角度进行做的时候。 它会自然形成一边深一边浅，啊，一边深一边浅啊。啊、当然，牌中还有错牌中，我们刚才说是一个单排的啊，就是几个人排在一起的单排。单排呢，它也分弧形的和方形口的。还有错牌，错牌是什么意思呢？错牌就是说打个比方说，我的手指有八个手指，八个手指放在一起，然后八个手指错开了，错开，错开之后呢，我中间就会有很多空，很多空的时候，那这个这个时候呢？ 我这个受的阻力就变小了。如果这样我们放在一起的话，它入色的时候阻力就大。如果在错开之后，它的阻力小，那么呢，它就入色比较快，就适合于上色。好，也就是说，错排针，它在做这个色彩、彩色和做图层填充的时候，需要上色很快的时候，就适合于错排。但是错排操作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 厂家生产错排的时候，它是以九十度角度，那就是平行角度两边为主。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如果说你要把保持这几根针，这一根这这这几根针全部有效果，就是、说你在操作的时候，这、那个机器的角度不能太低，太低了。如果说是一个七排针，只有四根针有效果，上面三根针没效果啊，所以说。 这样的时候，你的角度应该趋倾向于七十五度、六十五度左右，才能发挥效果，啊！如果你在操作一个单排针的时候，你的角度可以变得很低，同时能发挥发挥效果，啊，同时发挥效果，啊。那么呢，这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排针，啊，排针，包括圆针，啊，包括圆针，啊，包括圆针。好，我刚才说过，所有的针。 都可以勾线，都可以打雾，都可以做不同的效果，在于大家怎么样善于用针。就像我们学美术一样，美术有不同的笔，有铅笔、钢笔、毛笔、刷子等等不同的笔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你善于用笔，就等于善于用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用纹身机的针，啊，在用纹身机的针在操作图案的时候，在操作不同美术技法的图案的时候。 因为每个不同美术技法的图案，它是用不同的笔和特殊的工具所表现出来的。我们只有针啊，而且只有圆针和排针。我们怎么样用圆针、排针去表现出不同美术出来的效果？所以说，我们要模拟我们说的针，就是它美术的工具。所以我们叫做善于用针，而且用不同的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操作一个图案的时候啊，操作一个图案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审图。 关于审图这块，后面我们要讲这块技巧的，也就是说把这个图一看啊，首先得考虑我这个图，我在用圆针的时候要用上几号圆针啊，比如说我这个要用收口的三针，这个要用散口的九针，我这个要用收口的十三针啊，这个要做细线，这个要做宽线，这个要打细节物，然后在做宽色的时候，我可能要用方形的排针，还是错形的排针，还是弧形的排针。 一定要把针先确定好，不要一根针从头走到尾。好多新手纹身师就犯这个毛病，所做出来的图形就看到就不生动，只有形而没有神韵。啊，你要把一个作品表现出来有各种神韵，也就是说你把一个美术作品用纹身的方法表现在人身上去的时候，不管它是素描效果、水彩效果、油画效果、国画效果，那么呢，表现出来之后。 就有这种美术的神韵，而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形。那么你要懂神韵，首先就得要懂得用针，懂得用针，啊，这点非常关键，啊，非常关键啊。好，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怎么去用针，那么我们针在装上机器的时候呢，前面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针头，就是针嘴，啊，针嘴，啊。 在装针嘴有些技巧啊，有些技巧。在针嘴的时候，等一下我跟大家说啊。我们先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针怎么装上去啊？装上去啊。这个是手柄啊，这个是手柄啊。装针有几个方法啊。第一个，把针嘴啊，把针嘴拆开之后，装上手柄。这个针嘴的口要朝上啊，朝上啊。 第一个方法呢，直接把这个针推进去，但是不要用针去戳，一戳这个针尖可能就钝了啊，针尖就就钝了，滑进去啊，滑进去啊。当然，我们在再把针进行拆开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那一盒针把它拆开的时候啊，拆开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从这里撕开，拆开的时候呢。 整个手不要碰针尖这一块，不要碰这里啊。拆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放大镜啊看一看针尖有没有钝，啊有没有有的地方有回勾，有没有它在焊接时、就是、两它整个针不在一个平行面上面不整齐。先看一看，也可以用一些纤维、棉布、棉花把它包到，可以拔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把棉花、纤维给拔起来。如果有。 就用该消毒的砂条把它打磨一下，打磨之后再消毒。针一定要利啊，一定要快，因为针利的时候上色快。有很多这个纹身师他们在操作就会出一个问题，他把机器在操作操作一两个小时后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线怎么我先上的很流畅，后面这个线就入色就不快了呢？他说是不是机器问题呢？我跟他说，我说这个针它虽然很利，很容易扎进皮肤。 但是它在快速运动的时候，那么它所遇到的皮肤的阻碍的时候，这个针尖也在磨损，针尖也在磨损。也就是说，你可能操作一个小时，在做一个图的时候，过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之后，它上色就没那么快了，啊，没那么快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有两个选择：第一个选择把针拿出来，把它磨磨尖，进行消毒；第二个呢，你就换一根针，那就换一根针，啊。 好，针尖呢？我们不要用手去捅它，检查完了之后呢，轻轻划过去啊，划过去就可以了啊。划过去可以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啊，直接从这边推上,推上去，推上去，推上去之后，这个孔朝上啊，这个孔要朝上，然后呢，把锁柄轻轻锁住啊，然后进行装针。 还有一个方法呢，就是直接先把手柄装好。手柄装多少呢？手柄装的长度最好是不要超过这个角度，不要超过这个高度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手柄的杆如果太高的情况下啊，太高的情况下，那么呢，这个皮筋就无法套到这个中间这个地方。啊，关于为什么这个原理，等一下我们再装皮筋再跟他说啊。好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装好手柄之后，这个高度不要超这个超过这个尺寸。然后我们把针啊，把针放在这里，让它轻轻地滑进去。那针就滑进去了啊，针滑进去了。滑进,去滑进之后呢，我们用这个皮套啊，这个皮套摁上来，压进去。压进之后，然后把它。 套在机器上面，好、啊，套在机器上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高低角度啊，高低角度啊，高低角度，这个针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下，不要超过这个针嘴，然后把这个锁住啊，把这个锁住。锁住之后，我们用皮筋啊，皮筋先轻轻的带住在这里，皮筋不要太紧啊，不要太紧啊。 轻轻带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把它调松啊，力量调均匀，调匀之后啊，把皮筋稍微下点，皮筋和这个针管保持个一定的距离啊，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如果皮筋太近了，太靠近针管，这个机器在上下运动中，它就会把这个点会卡住，所以说你要保持一个。 预留一下它上下运动的空间，这个地方有个上下运动的空间，啊，有上下运动空间。<laughs> 好，这个时候针装好了。我们刚刚说过，针装好了，那么有的学生会犯一个毛病，毛病在哪里呢？第一，针装之前把针呢，有的学生会把它弯一下，其实这个这是个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啊。 有的学生老师是这样教的，弯一下。我说呢，为什么要弯呢？以前是因为这个弦体啊和这个管它不是一个平行的，它才要弯一下。现在我们的做的数据很好了，所以说针根本没必要弯，针要保持在这一个手柄针管的中间啊，在针管的中间，这样呢它上上下运动的时候是畅通无阻。如果说你弯了或者把它憋在旁边，它就会有阻碍。 主要会造成那个电机会发热，啊会发热，啊所以说我们针管在装好了之后，它必须在这个这个手柄那个手柄这个针管里面的中间，啊好，如果说我们装好之后，这个针管它不在中间，我们可以稍微前后把它调节一下，让它在保持在中间的位置，啊保持在中间的位置，好，这个时候呢。 还有一个就是针嘴啊，针嘴这个很重要。针嘴首先一点，针嘴必须与针是配套的啊。你用的是三针，也必须用三针嘴；你用的七针，必须用七针七针嘴。因为如果说你用的是五针嘴，你用的是三针，那么那个针在针嘴里面，它的活动空间很大，活动空间、啊，它走的线就会来回摆动。 所以造成这个线就不清晰，有很大的一个齿轮状，很模糊。所以真鱼真嘴一定要配套，而且我们在挑选真嘴的是非常讲究的啊。有哪些跟大家说一下啊？你看啊，我这有三个针嘴的这个图形啊，三个针嘴图形。有的针嘴呢，它这个这个下面这个嘴呀比较细，很细，很细。 那么这种针嘴呢，它这个我们的视线角度非常好，但是它储存色料非常少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在做一个长线的时候就不适合这种针嘴。那么有的针嘴呢，它这个上面是开的，这个地方是开的，开了之后呢，造成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很大量的空气能进来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色料在里面的时候，色料在里面挂不住、停不住。 你针稍机器稍微竖起来的时候，机器一运动，色料很快会流下来了，很快流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色料一个色料比较浪费，二个就是说你走线呢、啊，走色走不长，走得很短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在挑选针嘴的时候，针嘴的色料的储存量稍微要足一点，啊，稍微要足一点。那么针嘴储存色料会有多少呢？我们把机器放到这个色料里面，放到色料里面。 踩动到十秒的时候，它还能吸色，可以吸得很饱满，啊，吸饱满啊。好，回头来说，我们的针装在针嘴里面，我是要求大家针在针嘴里面，首先是不要出针嘴，在机器没有运动情况下，跟它保持一个平行。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因为我们机器在运动的时候，针尖会出来；运动的时候，针尖会出来。 也就这一块针尖会出来啊，这个针尖会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呢，真正进皮肤的是这个一块针尖啊，一秒钟它上下的转速是非常快的，非常快的。同时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一秒钟它扎你的皮肤二十下、三十下、四十下，你要保证这个针尖二十下、四十下它上面都有色料，要保证它针针都有效。 如果每针都有效的话，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针尖必须每针上面都有色料挂在上面，都有色料挂在上面。好，那这个时候针嘴里面就应该大量的储存色料，这是第一个。啊，而且呢，针尖是必必须要回回到针嘴里面去，啊，必须要回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针尖是必须回到针嘴里面去才能蘸色料，啊，才能蘸色料。好。 那如果说我针嘴回到里面，如果说我出针很短怎么办？我昨天讲课讲过，就讲课讲过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觉得出针短了，你可以用这种弹片长的线圈机来进行做线，那这个时候它出针就比较长。那有学生问，他说：“那我到底出针要多长啊？出针要多长？”好，皮肤正常是一点二毫米。 不会超过一点五很厚的地方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不管你出针是多长和多短，你进皮肤的深度，根据人体不同部位的皮肤深度，你刺进去，啊，刺进去，跟皮肤深保持一个等比，啊，保持一个等量的比例，啊，不是所有地方我必须扎一点二毫米，所有地方扎一点五毫米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机器装好之后。 啊，由于每一种机器不一样，我出针的长短不一样，那么呢，我是不是出这长，我就扎这么深吗？那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呃，晚一点，呃，后期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这个控针的时候会讲你到底入皮肤要入多深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在讲装机器的时候，记住一点，针尖最好不要出针嘴，其原理就是要保持每一针都能扎到皮肤里面去。 而且针针都有效，啊，针针都有效啊，这是一个啊。好，然后我刚才说了，我们的皮筋啊，皮筋为什么要有皮筋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皮筋是为了让这个针没有太大的摆动，因为我们的针装上一个固定的固定点，只有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针在这个针嘴里面，它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可以活动啊，因为你没有空间活动，它色料下不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。 你为了让它针在在里面摆动的时候不来回晃动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带一根皮筋，皮筋带上去可以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在机器启动的时候啊，皮筋慢慢带上去，慢慢带力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它没有太多的来回摆动，而且直线摆动这个力度就可以了，但是皮筋不要太紧啊，不要太紧啊。我们把机器的针装好了，针的长短也调好了。 下一步呢，我们这个机器应该怎么握？因为不同的机器握法不一样。如果说是这种笔试机就很简单，你按正常的握笔方式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线圈机呢，它有一定的讲究，有一定的讲究啊。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操作的时候尽量握手的时候不要握得太死，因为握得太死的话呢，它这个灵活度不够，因为抄一些小细节的时候手转不过来。但是有的学生做久他会很累。 如果说你是一个机械的，就是、说你的传动方式是手这一块的，你可以这样握啊，手的置，手手,手这个传动的时候可以这样去握去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在进行指动的时候，就不要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我们在操作纹身的时候有几个传动方式，第一个呢、啊，指动，这个机器这里保存一定的空间，我们手操作的时候呢，啊，一些小细节用手指动就可以了。 这是一个传动方式，第二个是腕动，就是腕子动，啊，有些固定的弧线呐、啊，小的弧度啊，从腕子直接过来。因为我们的操作纹身，我们的支点越多，手就越稳，啊，好，指动、腕动、腕动加指动，啊，腕动加指动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肘动，啊，传动时候可以把鸡握着成一个姿势。 进行走动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把机器握死，没有这个腕动和指动的话，你可以手机可以这样拿，因为握机器没有说固定方式，我的这样握的，看你操作的图形来，机器你操作的顺手和方便。那有人握机器这样拿也有，啊，有人这样拿也有，有人这样拿也有，有也有很多方式。我们做纹身是追求纹身出来的效果，不在于你操作的规范性。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些规范性的动作啊，因为有些动作它便于我们在操作不同的图形和细节啊。好，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走动，那么走动你可以一个上面可以不动啊，你的腕和指可以不动，那么走动也可以带动腕动，带动腕动也可以带动指动，那就是三合一的传统方式啊。下一个就是肩动啊，肩动。 有的大的图形的时候需要肩动，那么有的肩动的时候也可以带动腕动，也可以带动腕动，也可以带动指动和腕指动和手动，指动和腕动啊都可以啊。最后就是深动，深动在操作什么样情况才是深动呢？就说你在操，比如说你在操一个满背的时候，有一个线条拉的很长啊，拉的很长。啊 就是减少其他的动作在里面，因为动作越多的时候，他手很容易偏移，这个线条可能就走的不标准，啊，不流畅。所以我们把身体定好之后，用身用身体再进行动，啊，用身体再进行动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不同的图形，啊，不同的这个角度的时候，我们的所有的传动方式不一样。好。 制造传动方式，我们正常握握机器的手法，最好是这里保持一定的空间，因为保持的空间，第一个，我们指操作比较灵活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机器的角度低的时候，角度低的时候，我们手那、啊、角度低的时候，我们手啊，这样的同样也可以操作。如果说你把机器拿在这个地方，拿这地方，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你看。 我们的角度只能变这么高，那么角度怎么回事呢？我这做两个图啊，啊，做两个图啊，线圈机的角度啊，从九十度、八十五、七十五、六十五、五十五、四十五、三十五，到最后机器的极限角度啊，极限角度，每个角度在在操作不同的啊。 那个图案的时候，不同效果、不同技法的时候，它所采用的角度不一样。在使用角度的时候，还要配合我们入针的深度啊，和这个机器的速度，还有你手的快慢一起配合的啊。笔式的角度呢，它的角度呢就比这个线圈机的角度低，因为笔式它下面这一块没有这个多余的造型啊，没有多余的造型，它的角度打得很低。 那么达到很低，这个针能不能入色呢？达到很低针也能入色，只要针尖能够接触到表表皮，就能入色，啊，就能入色啊。好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在握机器的时候有一个角度问题。那么你看我们这个机器造型，这里是比较长、比较方。那么呢，也就是锁死了我们的角度，可能最后到啊四十五度啊到五十五度左右。 如果上面没这个造型，它角度又会变低一点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大家在选择机器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做低角度，也就是做那个浅雾打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挑选啊，这里造型比较少，或者是比试机进行操作低角度，啊，低角度，啊，好，大家知道了握机器的手法，机器这个运动的方式，机器我们走机器的角度啊，角度。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我们的针尖啊，针尖到底是需要接触到皮肤，还是不需要接触到皮肤？这有三种做法啊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叫悬针。所谓悬针，就是我们这个针嘴没有贴到皮肤上面去，然后再进行这个纹刺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针就应该出的很长。针出的长的时候。 啊，针出了长的时候，必须要求针尖有色料把它带动出来，带带出来能够入皮肤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机器这个出针的幅度比较大，所以说线圈机为主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针出了长的时候，我们的视线比较好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些比较密集图案的时候，针出了长，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,到针尖，能够准确的刺到图形的那个线上面去，而且不容易走偏。 不容易走形啊，这是它的优点。但是悬针它的弱势在哪里？就是控针，因为在我们跟人操作不是在一个平面操作，因为人在操作的时候，它有不同的形状，有高低啊，比如说手肘啊，或者有的皮肤不好上色啊，包括你在操作你的姿态呀、啊，或者顾客的心态呀、啊，或者双方的抖动啊，都会造成你在操作的时候，你这个针控制不好。 啊，因为你针很长，很长的时候，你入皮肤不是所有针扎到皮肤里去啊。所以说，像这一点呢，我们后期会教大家控针，怎么练习控针，这些控针的原理啊，这个后期我们要讲的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叫悬针啊，悬针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贴针。所谓贴针呢，就是这个针嘴轻轻的贴在皮肤上面，这样时候呢，就有个支点。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？就说我们在操作纹身的时候呢。 支点越多，走线越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手指在在皮肤上面，这是一个支点。如果我们手掌在皮肤上面，就比你的手指在上面要稳。如果我们手掌加手肘在皮肤上走的话，这、那个线就走得更稳。啊，走得更稳。如果再加上我们的针嘴贴在皮肤上面，轻轻贴在皮肤上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针的长短。 调整正好是我们入皮肤的深度来走线，这样就更稳啊，这是它的优势。那么这个呢，适合于就是说，呃，比较懂这个图形，美术功力比较好，它甚至不用看你转移上去图就可以操作啊。但是对很多新手，甚至对有些图案的要求比较精细、密集的时候，就不适合于贴针，因为贴针一贴在皮肤上去，那么呢，它会把。 针嘴你们色料全部带到皮肤上面去，还会把旁边图案给遮掩掉了，会搞得很模糊，啊，这样呢我们就看不到我们要操作图案旁边的线条，这是它的弱势，啊，再一个呢就是埋针，所谓埋就是我们的针嘴要埋到皮肤里面去，那针嘴怎么埋到皮肤里面去呢？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在做图的时候，我说我们在做人力不同的地方。 特别是有的人，他这个脂肪比较脂肪比较多，皮肤比较软的时候，我们贴针是没有效果的，必须埋针，也就是把针调到一定入皮肤的深度，那么呢，我们针要完全压着皮肤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我们的针嘴，比如说有的腹部啊比较松啊，有的胸部比较松的时候，有的这个脂肪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们操作的时候皮肤根本无法绷紧啊，无法绷紧。 你绷紧了，它那个皮肤的松软度比较强，松软度比较强，你针嘴下去的时候，包括针尖所出来的力量，会把这个皮的松软度把它打得更强。所以说，这个时候针尖就根,根本没办法接触到皮肤，也没办法刺进皮肤。这个时候可能要把针嘴压到里面去，同时我们的左手一定要把皮肤给拉紧。 啊，一定要把皮肤拉紧，啊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讲课的内容就是主要是讲针及针的种类，啊，我们装针，包括我们使用机器的角度啊、方式、运动方式，啊，这个下一课呢，我们继续要讲更精彩的内容，啊，希望大家呢，呃，多关注我们下期内容，我们内容会很多，啊，很多内容，呃，也会变得。 呃，有很多内容也会很精彩，啊，谢谢大家。